节的水是不是少了一点？我觉得是里面的补样有点少，我们多测几次，争取在二号坑里面有新发现。天气有点凉，我们穿着棉衣。微寒的清晨，在迷雾中，我们仿佛感觉到会有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会向我们奔涌而至。与三千堆初次见面之后，让周扬产生了一种幻觉，冥冥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种指引，脑海里常常浮现色彩斑斓的丝绸漫天飞舞的画面。周扬，纺织品文保专家，自从三星堆再次启动发掘，他便受邀参与丝织品遗物的寻找工作。我们对一二号坑出土的完整器物进行表面纺织物的排查，想在完整器上有一些新的发现。郭建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工作人员，在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他的任务就是寻找丝织品遗物。1986年出土的青铜大力人，身着滚衣袖长，至少证明当时的古蜀先民已经掌握了丝织品的纺织技术。然而，至今没有寻找到实物痕迹。霞光彩云袖，飞烟起霓裳。三千多年后，在厚厚的黄土之下，我们还能再见到那通达天地、行于万物、交织着古蜀人精神与信仰的一缕经纬吗？经过一个多月的发掘，率先启动的四号坑出现端倪，露出了灰烬层。灰烬中可能包含很多肉眼不可见的考古信息，而灰烬本身也是一种文物，理论上应该尽量完整保留，但要向下发掘则必然造成破坏。灰烬层让接下来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各位专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呢，就是我们四号坑的一个发掘的一个现状，现在已经挖到这个灰烬层了，所以请各位专家过来会诊之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实质的什么工具吗？那个留给文保他们要一样的。有没有方的痕迹？偏上的部分有。偏上的部分有。就显得比较杂乱。对，有什么说法？四号的三叶遗址我们从来没有发现那种像中原地区那种平夯技术，所以说三叶遗址一直都是这种堆夯，就是这儿倒一圈左，然后拍一拍，然后这边倒一下左拍一拍，所以它那个方面是比较杂乱无章的，它没有说是平的一层一层弄下来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四川省消防总队等单位的数名专家学者来到现场查看研究方案。凝视着三千多年前的灰烬，面对着与一二号坑有着同样朝向的四号坑，大家不禁充满期待。开口下面会出现什么样新的器物？一直以来，有关祭祀坑功能年代的争议，能否有新的证据来给出一个更明确的结论？土壤进行的取样，就是结晶那个灰尘的取样。我们今天准备下来，这是方面给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现场查看之后，专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纺织品文保专家周扬也特地从杭州赶了过来。墓葬跟世俗相关，遗址可能跟生产相关，祭祀坑可能跟宗教哲学相关。如果我们在找到丝的同时，还能够找到相互并存的朱砂、相互并存的石墨，
相互并存的大漆，我们可能就可以有一定的想象的空间了。这是不是在诗上书写的一些文字符号？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了。为什么烧？这个为什么烧就不是我们现场能解决的了，那就是以后回去综合分析，考古研究要重建遗失行为和遗失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四号坑填土明显呈斜向堆积，西南角和东南角两处较高，推测是当时填土入坑的主要的方向。填埋过程当中，除了夯打之外，没有发现其他祭祀行为，更未专门埋入祭祀遗物。四川省消防总队的专家判断坑内并非火烧第一现场。现场发掘形成初步意见，四号坑可能不是王国宝器坑和战败毁弃坑等仓促之间形成的遗迹，但四号坑究竟是什么性质，至今仍是一个谜。随后，专家会议确定了四号坑灰烬层考古清理与信息提取的方案，尽可能保存部分结构完整的灰烬层，并尽快取样，展开丝绸残留物检测、植物浮选、碳十四测年等多学科研究。万事开头难，接下来的发掘，几位领队一直守在现场，在关注舱内进展的同时，还讨论起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的关系。那现在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家问哦，加班儿的时候出的陶片，你烧一点晚了，等于十七了。数十七的话正常噻，可能突然这边都要再搬过去，嗯，根本就没搬，根本就没搬。发生的六月，根本就没搬，哦，有可能根本就没搬。哇，真的是，哇，三个人是两兄弟，两兄弟是一个在成都，一个在这个，这个就是个通道。古蜀国曾经有一段两个中心并置的时期吗？在没有寻找到确切证据前，一切还都只是猜测。与此同时，发掘大棚内另外三个发掘舱全部架设完成，内部发掘平台正在加紧安装。这套系统集成了伸缩杆、云台、扫描，是工业平台首次用于考古。最近一段时间，文保中心的郭建波十分忐忑，他一直在等待四号坑的丝蛋白检测结果，只要能从土壤中检测出丝蛋白信号，就能证明坑内埋入过丝绸制品。在四川地区之前还没有发现过任何的这种丝绸遗迹，从我们的科学推理来讲是非常难以保存下来。丝蛋白检测终于有了结果，郭建波心里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之后寻找丝绸实物的工作将会更加艰辛而漫长。丝绸残留物它包括实物、矿化物、泥化物以及碳化物，其中实物是最难能可贵的一种，还保留着与之前埋藏状态相似的一种纺织形态，我们想看到实物。自从三星堆本轮发掘开始启动以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就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展合作，对1986年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全面排查后，在13类器型上都发现有丝蛋白信号，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实物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朱阳老师为我们做过培训的，黑色、灰色、褐色这些土壤环境以及青铜器表面的一些附着情况，我们会对这些进行一个特别仔细的一个观察。青铜器周围是重点。郭建波坚信，这一次找到丝绸实物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它会在何时何地出现呢？3000多年后，我们真的还能再见到它吗？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列的这8个合不合理，然后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完善的。在4号坑和8号坑相继启动之后，3、5、6、7号坑也迎来了发掘团队。徐斐红来自上海大学，此次他和他的团队将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一起负责3号坑的发掘。发掘重器当然也是有很有针对性啊，但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一个发掘。第3个进行工作就是我们的穿戴防备的完善，这个需要在12月15日之前完成，就是要。5号坑位于6、7号坑之间，6号坑和7号坑有相互叠压，为方便发掘，将由四川大学负责对5、6、7号坑进行整体发掘。李海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也是5、6、7号坑坑的。有一个研究指南，就是他们特规那个你不用，所以你就安排6个人就行了，应该是。边的白鹭已经不见踪影，去往了更温暖的南方。转眼间，广汉已进入数九寒冬，万物归于寂静，人们开始怀念莺飞草长的日子。不知不觉间，距离首次发现新祭祀坑已经过去了1年的时间，人们都在期待着那个石破天惊的发现。此时的郭建波也憋足了一口气，每天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大量的观测，精细而繁琐。突然，他在一块样品中清晰地看到了一缕痕迹。哎呀，一下就能够发现这个纺织物或者纺织品的一个存在，很兴奋。这会是那个期待已久的重大发现吗？它是呈一缕一缕，没有任何经纬组织结构的截面形态，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它就是麻线。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团麻线，并不是丝绸实物，因为没有看到明确的经纬结构。但是郭建波并没有泄气，他觉得自己离见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越来越近了。从此以后，郭建波开始了更加艰辛的寻找，一件微小的样品经过显微镜成百上千倍放大后查看完毕，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他白天找，晚上找，不能放过一丝痕迹，而这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与毅力。就在这找找找，做梦在想这个事情，这一点都不夸张。循着那些古老的痕迹向上攀爬，郭建波觉得自己仿佛进入到了一条时光隧道，3000多年的时光在眼中不停流转，他觉得自己很快就能接近那个原点。就在郭建波向丝绸实物渐渐靠近时，发掘现场悄然迎来了一个好消息。1月5号，我们在5号坑的中间左右的一个位置呢，
发现了一片比较大的金箔片。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件器物，但是没想到随着清理的这个进展呢，它的面积越露越大。它到底是一件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清理的后一个阶段呢，某一些区域显示出了像面具的鼻子，觉得它应当是一件金面具吧。567号坑坑长李海超在考古日志上做下了这样的记录。三星堆即将迎来本轮发掘的第一件重要文物出土。2021年2月1日，三星堆发掘两位领队雷雨、冉红林，文保中心主任谢振斌，中国国家博物馆亲戚修复专家马艳茹悉数到场，决定今天正式提取这件文物。我先下一个，您得下跪，我得这样跪，九拜。能没问题，没问题。你先拿一个手把那个起来，然后往里头塞塞塞票。对对对，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底下有底下有象牙的，贴着金面具往里插，不要往下。就是到时候这个扣这个还是雷站长来，然后马老师就在那边等着就行了。行，那我觉得可以差不多。下午17:48，金面具提取正式开始。冉红林从坑内提取出金面具，交给站在坑边的雷雨。雷雨捧着装有金面具的托盘，从坑边走到发掘舱门口，交给文保部门的同事王冲。王冲将金面具捧到发掘舱旁的实验室内，交给马艳茹做紧急保护处理。直到日落时分，金面具被送往文物保护库房。第二天，马艳茹团队开始进行修复。清理过程中，文保人员在表面附着泥土中清理出象牙碎片和小金珠。来，你实地的珠子跟这一样大吗？差不多吧。对，跟这个一样。通过显微镜观察，还发现黄金面具表面有疑似朱砂涂色和烧灼痕迹。一个接一个的新发现，让大家忘记了时间。到吃饭的地儿了啊？不吃，这还没干点活呢，就吃饭了。能订盒饭吗？在这吃了就干活。在修复专家和文保团队的通力合作下，金箔被慢慢展开。黄金面具渐渐露出真容，穿越千年而来，初见是惊鸿一瞥，震惊世人。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黄金面具吸引时，郭建波也迎来了重要时刻。1月31号，礼拜天，大概2点过1点点，就在显微镜底下，哗，明确地看出来有经纬组织，真的非常兴奋。就那一点点，最后测量出来只有1.8×1.0毫米，但是它附存的丝绸的经纬组织形态是非常明确。这是四川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的丝绸实物。远在三星堆的郭建波发来了一张照片。在三星堆这么重要的一个祭祀场景，你们找到丝绸，也算是
惊喜之后的一个天经地义吧。我们有自己现有的先进的科学认知的方法找到它，这是高兴的事情。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郭建波在《考古日志》中这样写道：我想找的不仅仅是丝绸，也不仅仅是一点点丝绸的一个复存，而是更大面积的，或者说更有价值的一个存在，能够更加深入的、更加具体的去解读丝绸到底用作于什么。丝绸虽小，却意义重大。此次发现填补了古蜀时期丝绸考古的空白，从而实证了古蜀文明的辉煌，并且为三星堆祭祀形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丝绸和青铜器、象牙、玉器一样，都是祭祀物品中的一类。最重要的是，为古蜀文字和符号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中原地区发现有甲骨文，然后青铜器上刻的铭文。在我们四川地区出土那么多青铜器，没有一件是有文字的，象牙上也没有，玉器金器上也没有。那么我们在哪儿去发现？其实丝绸、漆木器这些有机质类文物提供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可能性。时光如旅，心奔川雾，文字仍是三星堆百年考古的重大期待。对郭建波和三星堆考古人来说，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发现文字是他们下一个伟大的目标。求索未有穷期，三千多年前古蜀文明的悠悠回响，仍然是每个人心中最动人的大地之歌。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四号坑到了象牙堆积层。由于象牙经过焚烧后非常脆弱，接下来的提取和保护将变得十分艰难。而三号坑也露出了完整的器物层，精美的青铜重器崭露头角，但坑内大量象牙与青铜器犬牙交错，情况十分复杂。青铜器怕水，而象牙需要保湿，如此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六七号坑有着复杂的叠压关系，又该如何进行下一步发掘？而此次发掘面积最大的八号坑已经发掘到灰烬层，出土了大量文物残件，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红烧土。从这些红烧土块的体积来看，原本有可能来自于建筑的墙体等部位，后在有氧条件下受到灼烧而变红，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在四号坑的灰烬中发现了这个纺织品的痕迹，并采用每年免疫技术检测到四号坑灰烬中有蚕丝的蛋白，说明四号坑曾经存在过丝绸。2021年3月20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首次对外正式发布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引发强烈关注。是那个正好呢，这个八号坑的所获取的物理勘探的信息就比较强烈，所以说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大致得知，就是八号坑它的出土文物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
与此同时，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四号坑灰烬样本的碳十四测年，这个坑最晚下陷，有可能进入西周初年。三清堆祭祀区一直存在一个争议，就是八个坑的埋藏顺序是同时埋的，还是有先有后，谁先谁后？雷雨综合各方面信息推测，同时埋藏的可能性比较小，当然最终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研究。就在同一时间，电视直播让三清堆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不仅引发了国内公众对考古的热情，还吸引了国外考古专家的关注。我们此刻相见，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新西兰、中国等地的21位考古学家，都是对东亚青铜时代遗址研究做出巨大成绩的学者。作为主持人，我也以朋友的身份向大家表示欢迎。这是一场特殊的学术会议，国内外顶级的考古专家云集网络，共同就三清堆文明进行学术研讨。三清堆文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三清堆人崇奉的神像群，这个神像群包括了三件同步兼耳的大同神面像，9件类似神变的铜面像，另有2或3棵大同神树，可能有3棵，一棵是东方的扶桑，一颗是西方的若鹿，那么还有一颗呢，很可能就是神话里面所说的通天的剑木，好像现在有一点迹象，我希望能够发现这一颗。三清堆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祭祀场所，要临时重建？每次重建原来祭祀的场所里面所有的材料都用一个仪式性的方式处理掉，就把它埋葬下去。 The extraordinary uniqueness of San Qing Dui is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appreciate and indeed celebrate. I'm very much hoping that one of these days I shall be able to accept. 与会专家认为，三星堆还有许多谜团需要去破解。作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全世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将共同努力，让曾经璀璨而非凡的三星堆文明重现于世。寒冬已过，万物春回，全面发掘才刚刚展开，6个新坑初见真容，三星堆每一天都会带给我们新的惊喜。在接下来的发掘中，又有哪些重器重现人间？那个远去了3000多年的神秘王国，在逝去尘土之后，必将清晰起来。